各位来宾，大家早安！感谢大家准时上线。Let's Talk Online 2.0，骇客不停工，资安不停学，来收取资安薪资。现在在数位转型的世代，DevOps 是最近这几年来兴起的一种软体开发概念。那在流程当中导入自动化，这当中也包含了开发。测试还有部署也具备有快速开发等等的优点，它可以让企业彻底来发挥云端资源的效益。当然，不只可以减低负担，还可以加快反应速度，而且管理也越来越轻松。程式开发流程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如果对于安全的看法还在原地踏步，这到底会不会有极大的风险呢？在这么多的开源软体当中，为了提高资源利用率以及弹性扩充跨平台的容器环境，加上随时都要发布新版本的情况之下，忽视了安全问题，所以接下来的议程当中，将会由云端安全专家 Albert 来跟大家说明 Trend Micro Cloud One 如何来满足大家在开发流程当中的安全需求。不用担心我们潜在的资安风险跟挑战，马上让我们欢迎 Albert。谢谢伟山。那今天很高兴可以为各位来介绍我们的开发流程安全防护。好，那其实最近呢，这个 DevOps 的议题非常的哦，只要跟开发有关的，其实都会听到这个名词。好，所以大家都想要来做这个，山也要 DevOps，海也要 DevOps，大家都要来 DevOps。这名词感觉就是今天没有喊哦，那这里有点退流行的感觉。那为什么这个东西呢会这么的流行？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组成原因。那其实，在我们要用 DevOps 的话，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工具，包含 Open Source 工具，包含像 CI/CD 的工具，都会涵盖在里面哦，涵盖在里面。所以这样的工具，搭配起来，那加上我们也因为 DevOps 的关系，那也会用到所谓的 container。好，因为这 container 在它的这个快速部署的情境里面，其实更是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工具哦。那这样的东西，我们利用这样的环境做好之后，那我们就会把它放到我们右边的这个云端平台，好，不管是 hybrid cloud 啦，或者是 private cloud 啦，好，或者是那个像 AWS 的这个混合云等等，那我们就在上面去建立我们的平台，建立平台。那这个平台建好之后呢？我们就会在上面建我们的这个 OS，或者是我们即将要做一些 Runtime 阶段的这个 Docker Engine。好，那我来建制我们的 Serverless。那最后，我们再把我们的程式、我们的 App 放在这些平台上面来做一个运行。好，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 DevOps 的环境，哦，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建制好之后呢，其实大家会想说，那 DevOps 到底跟传统的开发有什么不一样？那其实我们知道，在软体开发上，从以往的这个瀑布式开发到敏捷式开发，一直到现在的 DevOps 开发，哦，那 DevOps 一定有一些优点。那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最多的这个优点，大概就是它可以加强团队跟部门之间的一些沟通，还有协同作业。因为其实我是整个一条龙的环境，哦，从这个架构一直到后面测试，一直到部署，哦，都是不断的在沟通，哦，所以这个会有很强的这个凝聚力。那他们也可以建立一个共同的目标心态，哦，我们就是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那第三个优点就是说，我们可以持续而且一直快速的去反映这个问题。譬如说，今天我们以往在做开发的时候，也许今天去谈完之后写完程式做测试，那我从这个最终的成品发现有问题，如果说我还要退回到最一开始的时候，那其实这个中间的这个时间可能就会很久哦。所以就像以前上个 patch 可能要一季啦，再怎么快要一个月。那以现在 DevOps 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大概就可以随时去反映这个问题。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 DevOps 它可以提高整个产品的品质，还有稳定性。好，那可靠性、可用性还有安全性，这个是我们目前看到的 DevOps 其实一个
很大的优点，很大的优点。那当然呢、啊，一个东西它有优点，那就一定也有需要思考的一些问题。那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DevOps 的整个自动化来讲，哦，其实都会有一些安全性的考量。那这个也许是以往开发人员他比较少去思考到的。好，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今天开发的这个软体到底有多少的 security instance？ 譬如说，哎，我里面会不会用的不明来源的一些 source， 或者是我可能把一些常看到的这些云端金钥，或者是公司的明这个金钥，都用明码的方式直接写在我的 code 里面，哦，那导致的 code 在自动化之后就直接部署出去了。那这样的情况可能需要注意。那第二个就是说，哎，那我们今天在使用，在开发 DevOps 的时候，其实现在已经很少自己会去写一个完整的，哦，比如说像这个 data lake， 我们要去做 search， 已经很少自己会去写一个。那大部分呢，我们都会用一些像 open source 的一些软体，开源软体来做这个东西。那我们开就是说公司里面开发好的这个软体，到底用了多少开源软体？这个知道吗？我不知道。那但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安全议题，到底用了多少？这些有没有弱点？然后呢，这些开源软体它有没有一些 license 的问题？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有一些，譬如说像 GPL 类的这种开源软体，你如果不小心用了，虽然它免费，但是未来对公司可能也会造成这个不小的麻烦，尤其是在法律诉讼上。这个可能要去思考这样的问题。那第三个就是说，那我们今天在使用这些软体的时候，尤其是像 container， 那 container 有一些其实是 OS based 的一些 container， 那这些 container 我在使用的时候有没有符合一些法规上的这个标准？譬如说今天我的软体可能要用在医疗上，那 HIPAA 上面可能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法规规定，哦，你譬如说你的 SSH 不能开，那你的什么设定必须在什么位置，那你的开发这些东西是不是有符合这些东西，这些内容，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在意的事情。哦，所以在整个自动化来讲，我们需要去思考这些安全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就是在DevOps 上面，哦，不注意这些安全，有时候会造成一些案例。好，那第一个案例，我们就来看这个恶意容器的案例。那刚刚前面有提到嘛，其实在 container 的环境里面，这个已经占这个 DevOps 的这个大宗。那我们知道，开发人员他其实有时候没有太多的这个安全概念，所以呢，他可能会去一些，譬如说像 Dark Hub 这样子的这个大仓库里面去抓了一些 image 下来用，抓 image 下来用。那这些 image 呢，有时候其实骇客如果他想要做一些破坏性行为，那他其实可以在这些 hub 上面去建立一个账号。好，那以这个例子来讲，我们看到一个叫做 AgileNQL。好，那如果说不明所以的人看起来他很像就是微软的一个 Azure 的账号，哦，那就把它下来用。那这类的 container 里面下来用会有什么问题呢？其实这样子的这个容器，它里面都已经写好了一些恶意程序。那以这个例子来讲，它就是把一个挖矿的这个程序写在里面。当你用了这个 image 的时候呢，它就会在这个里面去安装这个洋葱浏览器，然后呢安装挖矿程式，然后安装这个把自己隐藏起来的 proxy chain， 那都弄好之后呢，我只要在你把这个 image load 起来的时候，那我去执行一个客制化的 Python 程式，那这个 image 它就会帮我去做一个挖矿的动作。那我们知道，其实 image 是一个 container 的根本，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下载回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公司的其他部门或者是其他单位来使用。如果这个 image 是 很大量常见的 image 的话，哦，那就很容易扩散。那有时候公司会想说，那这个 image 我会下载得到吗？那其实以这个案例来讲，我们去 Dark Hub 的后台去看，其实这个
image 一共被下载了200多万次，那你说会不会被使用到呢？其实这个我们不敢保证、哦、只能祈祷说你不要去下载到这样子的 image、哦、这个是一个 container image 的一个案例。那再来一个案例就是、近期非常大的新闻、哦、Log4j 这个、算是近十年来非常严重的弱点，而且几乎所有大厂好像 Google 啦、Apple、Amazon 这些都有去踩到这个雷，踩到这个雷。那其实、因为这个 Log4j 它是应用在一些 search 的、data search 的应用上面、哦、所以基本上如果说你们公司刚好开发东西也有应用到这个的话，其实多多少少都会下载得到而且应用得到，那这些东西有可能也会造成你们公司的软体的一个弱点，软体的一个弱点。那这样的弱点进到公司内部里面之后，那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危机？其实弱点通常就是为骇客打开一个门的意思。那所以当骇客他利用这个门进到你的内部的时候，第一个，你的这一台其实就已经被他远端控制住了。那如果说接下来你这一台上面有一些重要的档案，其实我们在近两年也有听到说某一些大公司他们的档案都被加密勒索，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这样子的弱点而被控制住。那当然你的电脑被控制住之后，那通常我们的主机都在 server 放，那所以如果今天我也不小心取得你的这个 domain 权限的话，那我就可以做到像横向扩散、哦、这个我可以看你旁边还有哪些主机，我就可以一起来做一个攻破的动作，那我也可以去窃取你的资料、哦、甚至做修改。所以其实弱点就当作骇客他进到你们公司跟你一起上班打电脑、哦、他要做什么事情其实是都可以的，所以这样的弱点其实是非常可怕，非常可怕。但是大家应该会有一个疑问，那这样的情况下，那我有弱点，我不是来做一个修正就好了？这个听起来好像对，好像对，但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哦、其实以现在 DevOps 的状况来讲，其实都已经逐渐走到微服务的环境里面。所以我们开发的程式，甚至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去用 image 跑出一个 container 来讲，它也许都是这众多微服务里面中的一个点，这众多微服务的一个点。那我们如何在众多的微服务里面去找到哪一个、app 里面含有弱点？这个其实不是不行，但是你会耗非常大的一个 resource去找到这些东西，去找到这些东西。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谈 DevOps 的时候，我们如何在你的 DevOps 上面加上一个 security？ 我们要如何加上一个 security？ 所以呢，以刚刚的整个环境来讲 ，DevOps 到底在做什么？其实我们就是尽可能的在开发过程中去找到我们的这个资安威胁，然后尽可能的提早发现风险，至少我们要做到这两件事情。那后面呢，再想办法把资安融到整个自动化流程里面，随时掌握资安的风险变化。那所以呢，从 CI 左边是 CI， 右边是 CD， 那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我们的 security 尽量在 coding 的部分，或者是 image 产生的阶段的部分，我们就要来把 security 做好，这个是整个 DevOps 在资安上的一个大观念。那我们在Trend Micro Cloud One 这边，其实我们针对云端产品、云端环境，好，那我们有设计出一些产品。那在 DevOps 上面呢，其实我们有应用到一些产品。那第一个跟各位介绍就是 Cloud One Open Source Security。那 Open Source Security 的部分呢，它可以去整合Snyk， 然后呢，它也可以整合你们的这个 Git 环境，包含像GitHub、GitLab、Jenkins 都可以有资源。那资源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在你的 coding 阶段就去扫描你的这些 code 里面所应用的一些东西是不是有安全性上的这个威胁、哦、那甚至我们可以去产生一些相对应的弱点报告，那也可以提供一些相对应的修复方式、哦、然后让这个开发人员来做一个 check。 那一开始的话我们会在这个开源管理上面我们可以结合你的 git， 那结合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看到你散密上去的这些程式是不是都有应用到一些open source， 而这些 open source 它到底有多少的风险。所以我们可以在同一个 console 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你 git 上去的这些所有程式的一些问题，好，那达到一个整体环境的可视性。那同时呢我们也会把这些弱点、哦、这些弱点的一些细节、哦、整理在这个点进去之后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它到底是哪一些弱点有问题，然后还可以提供一些如何修复的步骤、哦、来让开发人员做第一时间的 check。 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去帮你做一个源码分析、哦、那其实我们刚前面有提到你在写 code 的时候其实你应该要去了解说，诶，我这个 code 我里面到底用了哪些 open source， 我用了哪一些这个明码部分，或者是我有没有用到一些开源的软体等等。好，那我们需要来做一个有效的分析。那再来就是其实我们刚刚前面提到 open source 它除了安全性弱点以外，那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这个 license 的问题，就像刚刚讲的 GPL 的 license。 好，那这 GPL license 如果说有在开发程式的朋友应该知道，如果说我们今天不小心用了这类型的 license， 好，那以这个 license 的方法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也就是说各位开发的这个程式你也要 share 出来。好，那这个在商业环境里面其实是不太允许这件事情、哦、所以如果说在开发阶段不小心用了这样子的 license， 那我们可能就会对为公司可能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法律上的困扰。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在前面的这个 dashboard 上面去看到我们的这个开发程式开发项目里面到底用了多少的open source， 那这些 open source 它的 license 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那这些 license 呢它也如果说有遇到一些不适合商用的，譬如说像 GPL 这样子的这个 license， 那我们也会特别 list 出来告诉你说，诶，这个可能不符合这个你们的使用，不符合你们的使用。好，所以在 license 的部分我们需要特别来注意这件事情。那再来就是其实我们看到弱点之后其实也会去做一个版本修正的一个动作、哦、版本修正动作。那有时候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修正之后再扫描到底有没有问题，那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 open source security 上面、哦、那我们可以会定期去扫描你的 code、哦、比如说以这个例子来讲，我们通知你、哦、在六天前通知你说你的这个XML 里面、哦、XML 里面可能有一些威胁你需要去修正、哦、那当然你点进去之后都可以看到有哪些问题需要修正。结果这个东西放了三天之后，诶，我们发现三天之后的这个数量还是没有变，那两天之后还是没有变，那一直到刚刚工程师可能去诶看到这个问题，他去做一个及时的修正，那修正完之后我们发现诶在刚刚两个小时之内它的这个弱点已经有减少了。好，那我们也可以进去看说到底修正了什么东西。所以其实每一个程式的这个修正记录都会完整的记录下来。好，那也可以达到做这个板控的动作。其实板控不只是控制版本，我们也要去控制说到底风险我们已经解决掉哪些风险问题来做这个处理。好，所以我们在 open source 的部分我们第一个就要去检视说我们所使用的 open source 到底有没有哪些弱点，
然后再来就是针对他的 license、哦、去做一个检查，那最后就是对一个管控的功能、哦、去做一个记录、哦、去做一个记录。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还有哪一个产品跟 DevUp 有关。那下一个产品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Container Security。 Container Security 其实这东西现在跟 DevUp 的借接性越来越强、哦、那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以 Container 为标准的一个开发环境到底会有哪些事来做。那第一个就是在开发阶段我们到底该做哪些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应该要去确保这些开发人员他们在开发时候所应用的这些印象档是不是都是安全的。好，那也许你是去 Dark Hub 上面抓的，也许是你自己写出来的，那也许是一些同事给你的，或是什么地方下来的，不知道。那所以我们要确保说你使用的这些印象档都是安全的，都是安全的。然后呢，也要去确保说这些印象档里面，如果说它是安全的，那可能里面有用到一些 open source 的东西。好，那这个就跟前面 open source 谈到的一样。那这个东西呢，我们现在谈的是 container image。所以在 image 里面有没有用到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要去做一个有效的确定。那第三个要检查就是，那这些 image 里面有没有含有一些敏感的这个明码资讯。我就刚刚讲的嘛，因为开发人员其实不太有治安观念，所以很容易就把这个明码的 T 就直接写在这个 code 里面。那我们知道 image 可能会到处流来流去，那万一被有心人拿到的话，他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你到底把这个 key 写在什么地方，然后 key 是什么。这个国内外新闻其实都有一些因为 key 遗失而导致这个整个公司的重大治安事件，所以这个部分在开发阶段可能要这个特别注意。那第二个部分就是部署阶段的防护。那在这个时期我们要确认哪些东西。第一个就是虽然说你的这个 image container 是安全的，但是我在 deployment 的时候，那 deployment 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给他一些资源，比如说网络上的资源，或者是权限的资源，或者是网络的资源。那这些资源呢，有时候也许因为方便，譬如说开发人员他也许说好，我把权限开大一点、哦、那我可以从外面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连进来，或者是连进来之后我还要再往下、哦、去控制其他的这个 container。 但是这样的行为其实是在治安上来讲是非常不可取的，这是不允许的，我要尽量减少。那所以我们在部署的时候我们要去确认这个权限是不是有符合公司规范，比如说刚刚的事情就是不可以。好，那除了这个权限的检查以外，那我们还要再对所部署的这些印象档再去 double check 一次。那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因为有时候我们仓库可能有好几座，那除非说你们在整个流程上面都有去确定说，哎，我的流程一定是从某一座 registry 那边过来，那如果不是的话，那没有经过扫描的这些印象档就直接拿来用，那这个听起来就会有很大的安全性的威胁。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去确认说我们所使用的这些印象档是不是已经有经过检查，已经有经过检查。好，那这个一开始的这个开发阶段、哦、也做完了，那部署也确定权限没问题了。那在营运阶段那我们要去确认什么事情？那其实我们要去确认说我部出去的这个东西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弱点。好，虽然说我前面已经检查过，譬如说 log4j 我放在五年前来做扫描，因为它可能是安全的，但是在五年后的今天，诶，那当时的版本可能已经有问题，而这个 app 还在上面跑。那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已经在 non-time 阶段的 container 必须要去检查说它是不是有可能会受到一些弱点影响。那这个在运营阶段可能需要来做一个double check。那所以呢，我们会用到我们的 container security， 去 micro container security。那它主要可以做两件重大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去扫描你的 image。那扫描哪些内容呢？
这个 image 进来之后，我们可以去第一个去检查这个 image 里面有没有含有一些恶意的档案或者是恶意的 script。 那如果有，那我们就赶快把它找出来。然后呢，再就是这个 vulnerability 的部分。那 vulnerability 的部分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自己在里面所使用的这个元件，譬如说像一些压缩程式啦，或者是虚核的元件，是不是含有弱点？那第二个就是 open source 的弱点，譬如说像 log4j 这样子的弱点，就要把它去找出来。所以呢，我们会去检查这两个部分的是不是有相对应的弱点。那如果有，就赶快立即出来让开发人员去借。那再来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去检查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一个image， 这个 image， 那如果它是 OS based 的话，那里面是不是有符合一些相对应的法规，比如说像 PCI DSS 所要求的、哪些服务，哪些东西能开不能开，或者是像 HIPAA 上面有规定的一些一样，就是有哪些服务能开不能开，其实我们就会直接 list 出来，告诉你说，你的这个 image 有哪些是不符合规范。所以我们在初期，我们必须要针对这些 image 来做一个严密的检查，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刚刚提到的，今天在把这个 image 布成production 环境的 container 的时候，那上面是不是有一些不合理的这个使用权限或者是资源的这个问题。好，所以我们可以在我们 policy 里面先定义好有哪些东西是允许的，哪些东西是不允许的。好，那这些东西呢，在你部署你的这个 container 的时候，那通常我们会用 YAML 去做部署，那我们就会去看你的 YAML 档里面所设的设定，比如说是不是有一些权限的问题，或者是一些variant 的 type 问题。那当这些都设好之后，如果说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在我们 CloudOne 的 console 上面去看到这样子的违反或者是记录。譬如说今天在画面上面我们就看到说，我们发现你要去部署一个 image， 在 image 的位置在哪里，然后呢它的这个 container 名称是什么，那我们发现这个东西是被 block 下来的，那 block 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发现它是特权模式，特权的这个 container， 那同时呢我们也发现你所使用的这个 image 其实是含有这个 malware 在里面，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把它阻挡下来。所以其实我们在自动化上面，我们可以去针对我的条件还有我的 image 去做一个深层的检查，确定我所布出去的这些 production 的container 都是最安全的。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刚刚讲的这一整套流程融进你的这个 DevOps 的整个条件里面，也就是 pipeline。 那 pipeline 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做到一些事情，譬如说我们今天在 deployment 的时候，那我就侦测到说，你有用到这个恶意程式，那你的 CI 软体它就会去告诉你说这样的软体这样的东西是不允许的，所以我们呢就会在整个 pipeline 上面把这个动作阻挡下来。那当然后面也可以去设定一些 notify 的动作，让管理人员知道说，这个东西被挡了，那为什么被挡，我们赶快来做一个自动化修正的动作。好，那上面呢就是我们 container security 的这个的功能。那接下来最后要讲的就是workload security。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动作，就是当这个服务 public 到你的 deployment 到你的云端正式环境之后，那当然它就跟我们一般的这个 service 一样，它其实也是会有一些可能会有新的弱点被发生，然后骇客可以利用这个弱点来做攻击。那所以呢 workload security 它是可以针对你的这个平台
不管你的平台是在 AWS 或者是在 Private Cloud 或者是你的 VMware 上面，那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个安装，去做一个保护的动作。那针对有一些已知的弱点，已知的弱点，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就把它阻止下来，就阻止下来。那如果说今天你的平台里面，那也许是你是跟这个 Container 结合在一起的，比如说你的平台上面可能有建了这个 Dark Engine， 那我们 Workload Security 呢，它也可以去 hook 你的 Dark Engine， 那去得知你上面的每一个 Container 现在的状态是什么。那来达到一些防护，那所以呢，装下去之后，我们可以做到哪些事情？我们可以做到第一个，如果说你的container， 譬如说你今天设定的这个 service 是允许外部人员把档案传输到你的 container 里面，或者是存放到透过 container 存放到另外一个DB 上面，那我们就可以去侦测到说，哎，你上来的放在的这个位置里面，我发现丢了一个病毒下来，那我要赶快去做一个 block 的动作。那或者是说，今天可能我今天 deploy 出去的是一个 web service、或者是一个 Tomcat 的服务。那我们知道先前，比如说像 Stra2、它有一个这个远端的这个攻击点。那当外面的人来攻击你这个点的时候，那如果说我来不及对这个弱点做修正，那 Workload Security 呢，它也可以帮你在第一时间先把这个弱点挡下来，让你有时间的慢慢去修正你的 service， 慢慢修正你的 service。 好，所以呢，在第一时间我们就可以做到这样的动作。那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做到像这个 Virtual Patch 的部分，Virtual Patch 的部分。那 Virtual Patch 这边呢，我们也可以去对你的这个 全系统去做一个自动化弱点扫描。那扫完之后呢，我就会去侦测到说，我们目前在这一台电脑上面，或者在这个 OS 上面，我们发现了哪一些service、那这些 service 有哪些弱点，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补起来，直接把它选起来。那选完之后，如果说外面的电脑它尝试用这样的弱点打进来，那我们在后台的这个影片上面也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攻击记录。那或者是像一些 SQL injection， 这个也都可以涵盖在里面，涵盖在里面。那当然到最后以现在来讲，其实也包含了现在很热门的这个 EDR。所以呢，其实我们有时候也需要知道，在我们的这个 container runtime 阶段的 container， 它里面有没有一些活动，那我们的这个workload security 呢，它也可以跟我们趋势科技的 Vision One 去做整合。所以呢，当今天你的 container 里面的这些内容，譬如说它开了一个穴，那他可能做了一些指令，那这些动作呢，其实在我们的 Vision One 上面都可以记录到这些指令的操作。那如果说有发现一些异常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说，在第一时间赶快去针对这个 container 去找到原因，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是该修正弱点吗？还是我们要修改一些这个工作流程的部分？好，那赶快来做一个补强。那所以呢，我们在一开始提到的这个 DevOps 上面，其实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一些像源码应用，那还有一些容器建立，还有容器部署，还有在整个执行 runtime 阶段的这个部分。那其实呢，这几个部分就可以用到我们刚刚提到的三个产品。第一个就是 Open Source Security， 它可以针对你的 code去做一些扫描，去确认里面所使用的 open source 它的原生弱点到底有哪些，那还有你的这个 open source 的 license、到底有哪些，那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那我们在后面就有一个这个事件总表去做一个反控的动作、那所有的这个修正记录、我们在后台
在 dashboard 上面就可以看得到你曾经做了哪些修正的动作。那接下来到容器的部分呢，容器的部分那我们一样会去检查你这个 image 的这个 base image 到底有没有一些原生的弱点，哦，一样是 open source 的弱点。那除了这个 open source 以外，有没有一些是你本机的这个元件弱点，一些 share 啦，或者是像 OpenSSL 的弱点等等的，可以去做一个检查。那或者是它里面有没有被藏了一些恶意的 script 或者是恶意的档案在里面。那当然它也可以包含了一些像这个开发人员不小心放进去的禁药。好，那这个部分如果有的话，那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及时的 check， 确保说我在容器在 image 在建立的时候，那我就要确保说我的 image 是这个安全无虞的。那接下来到部署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确认说我部署的这些环境条件，哦，权限是不是都符合我们公司的规定。那如果不符合的话，那我们后面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我们可以来做一些调整。那或者是有一些新的弱点的部分，那我们透过追踪也可以去找到这样子的弱点对我的那个 container 是不是有影响。好，那再来就是针对法规的部分。那法规就刚前面提到，我如果是 OS base 的话，那有没有符合我这个行业法规，譬如说医疗，譬如说像金融的一些规范，好，我可以去做一个 double check 检查。那最后在这个 image 布成正式环境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透过我们的 workload security 来对这样子的 non-time container 去做一个弱点的防护，那同时如果说有骇客，他比如说你们 container 是允许外部人员把档案丢上来的话，那也可以对这样的档案去做一个检查，是不是有问题，有就赶快把它挡下来。那最后也可以用一些像 virtual page 的方式去侦测我的主机上面到底有哪些 service， 那有的话我就先做一个 template， 先把这些漏洞补起来，那让这个管理人员他有时间可以慢慢的来修复他的这些已经在 run 阶段 run 开阶段的这个 service。 所以呢，我们可以借由以上的这几个产品，来为我们的 DevOps产生一个极大的这个保护。好，那当然除了上面讲的这三个产品以外，那其实我们 Trimicro Cloud One 也包含了其他各个不同面向的这个产品，包含说像我们可以针对我们的 AWS 上面的设定的一些设定档是不是有一些法规的遵循，或者是有一些会让你多花钱的设定，这个可以帮你找出来。那或者是我们也需要在云端的服务上面，比如说 AWS 上面去建立一个 IPS 的服务，那或者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Serverless 在我们的 Application 里面去建立一些新的安全防护，那或者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AWS S3 上面去扫毒，去针对上面的这个储存元件去侦测有没有一些恶意的程式。那不过因为今天时间关系，那有一些产品可能没有提到，那如果各位对其他产品如果有兴趣的话，那也可以 来询问我们这边，询问我们的业务人员或者是我们的技术人员都可以。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对于 DevOps 说明的这个内容。那如果说各位在这方面有兴趣了解的话，那一样可以随时跟我们的人员做一个洽询。那今天的这个内容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以及收看，请记得要扫描 QR Code 来填写问卷。那也提醒大家，只要填写问卷，留下完整的资料，我们就会送出 7-Eleven 中杯拿铁，而且还有机会可以抽中台币300元 Foodpanda 礼券哦。同时也提供产品网页，让各位可以更加了解到更多产品讯息，还可以申请免费的产品试用哦。那如果您想要回顾前一集的议题，
保护智慧工业环境。各位可以点选之前发送的会议通知连结，就可以观看影片咯。那下一场 Let's Talk Online 2.0 的课程是6月1号礼拜三上午11点到11点半，资安风险应变治理。如果您还没有报名，以下是我们的报名资讯，要记得报名才有上课相关资讯哦。那我们下周线上见咯。